今天的世界浮躁不安，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人们束手无策，痛苦迷茫。国有一难可问谁，天下兴亡何处去。无尽的感恩一代高僧大德，世界宗教界的领袖，亿万大众敬仰的上净下空老法师，接受大众恳求，以88岁高龄在香港接受专访，为天下苦难苍生慈悲开示，指点迷津。请教您老一些重大的国内国际的问题，这些新闻大家都特别关注，惩治贪官，那么这之后该怎么办？有教育的时候，罪犯他服了啊，还有罪业还没有被调查出来，他自己发落了。以究竟圆满的智慧观察世间种种乱象，扶正摧邪。新闻报道官员自杀的非常多，所以现在有一个流行语叫官不聊生，不是民不聊生。建一个群书之要广播电台，让这些老师24小时不断在上面讲啊，每一个科有一个频道，你想听他按哪个频道去听？65个频道啊，对，是啊，制药电视台，能治全世界呀。以佛陀救世的慈悲，使大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欢迎收看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开播的特别节目《阿弥陀佛在人间》，佛所行处，弥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阿弥陀佛在人间。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呢，有一桩盛事我们要跟大家报告，这大好事，就是新栏目叫《阿弥陀佛在人间》开播了，真正叫千载难逢。可能有的人呢体会不到，这没关系，我们一期一期这个节目往下看，我们就会有体会。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藏书啊，喜欢读书的人他见多识广，很多的观众也喜欢读历史，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知道最伟大的教育家有几位，在佛门释迦牟尼佛，在西方啊，是耶稣；在穆斯林世界，是穆罕默德；在中国东方有孔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所留下来的经典，知道他们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呢？幸福、吉祥、天下太平。可能有的观众啊，对这些不大了解。通俗的来说，对一般人有什么好处啊？四个字，叫趋吉避凶，让你远离灾难，获得幸福，想不想要？这些东西方出现的伟大的教育家，在人类历史上给大众所带来的就是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地球，你去问科学家，科学家们一直都讲地球要毁灭了。我们所看到周边的新闻，灾难、人祸、天灾不断的，佛经上所讲的饮苦食毒，吃的喝的这里边都有污染的，都有毒啊！
这都是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哎，有好处，你看看，也带来灭顶之灾，何去何从啊？你去问问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去问问贩夫走卒、街边卖菜的，大家都有无数的问题，我们去向谁问呢？哎，在那些时代，你可以去问这些圣人。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在世，讲经教学49年，一辈子就是教育。哎，你看，穆斯林都知道，穆罕默德不认字啊，跟中国的慧能大师一样，不认字。他弘扬伊斯兰的教义，古兰经，真正啊，给世界在各个地区带来和平幸福，这些经典都流传下来。今天经典还在，大家都看不懂了，很多人教也讲错了。我们这些问题过去可以啊，先祖可以问圣人，我们问谁？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人有福报啊！哎，在我们中国还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了不起的，在我们眼中是圣人的。哎，师父老人家88岁高龄，长期定居在香港，这一次大众啊，说话也有几年的时间了，都希望能够师父在这么辛劳的情况下每天讲经4个小时。88岁高龄了，每天接见的客人也很多呀，但是大众确实很苦。你看那么多领导人都跑到香港来求教师父老人家，大众也需要，想希望啊，师父能有一点时间回答大众的提问。哎，现在这个世界乱糟糟啊，让人看了天天天灾人祸，心惊肉跳啊，怎么办呢？哎，他老人家非常慈悲啊，这一次接受大众的恳请，所以这个栏目开播了。阿弥陀佛在人间，我们特别希望普天之下啊，所有的观众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网站收看的人100多个国家的观众都在看着，将来做成光盘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是帮助普天之下家庭和睦，帮助国家，帮助各国领导人把这个社会治理好。所以老人家一片慈悲。那有人讲了，怎么能相信呢？哎，信心不足是现在大家的共同的问题。哎，我们看历史，教育时间最长的是释迦牟尼佛，天天教学，有经典为证，那大藏经他老人家49年没有中断。我们再看今天的老法师，讲经教学56年的老人家，作为佛弟子超过了老师，青出于蓝了。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现在让我们赶上了，讲经教学时间超过释迦牟尼佛啊，正式的讲经每天4个小时，接见客人那也是讲经教学，那时间不算。我们在身边看到了，没有不感慨的，没有不五体投地的，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行。他老人家那个智慧，哎，我们特别希望观众心平气和，你慢慢看，慢慢体会。那么多的领导人都去向他老人家求教，他们不糊涂啊，问了那么多专家学者，问不明白，越问越糊涂。哎，我是做记者的，
8年前我有幸就能够专访到师父老人家，一直到今天我这个感觉非常强烈啊。是什么呢？什么问题？多复杂的问题，我们把它搜集起来摆在师父面前，你去问，你尽管问，那大家看，你尽管看，在师父那儿一两句话你就明白了，真正叫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我是没见过呀。啊，古代也许有这样的圣人，在今天这个大时代，大家可以说一句公道话，你们有没有见到过？我们一同啊，来学习，来体会，你会由衷的感慨，这是我们人类的福报，人类的瑰宝。他老人家注视，我们有多少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能够告诉我们趋吉避凶，怎么化解灾难，怎么能够得到幸福平安？有理论，有方法，有经验，有事例。你想问什么，随口就告诉你。你去看，你去试。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么试过来的。你能不相信吗？当年布什总统，美国要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师父头3个月把信就写过去了。他老人家怎么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就知道劝他不要发动战争，你发动战争那个钱还不如，你不想要石油吗？还不如买呢，那个钱远远的超过这个费用，何必呢？劝告啊，希望人类有和平啊，不要杀人。那总统还有那些幕僚好战的那些人，如果听了这话，这些战争都可以避免。你能说我们人类没福报吗？你遇到了，回过头来我们反思这一桩一桩的事情，我们只要听话，从8年前和谐拯救危机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把这节目看看。哎呀，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呢？不知道反省，不知道回头，这哪里是迷信呢？有这么一位老人在给世人，不光是给我们中国，给全世界的人指点迷津。佛门啊，一代宗师啊，一代高僧大德，世界宗教界的领袖，在全世界亿万信众啊，对他老人家无比的崇敬热爱。我们遇到了，那么这个节目可以说不光是给学佛人看，大家可以看我们提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看，都应该看。你为什么不看？有什么理由不听呢？你可以回想这些年吗？感情这些话8年前就说过呀，我们要听了，这8年的罪就可以补受了。由此你就知道阿弥陀佛在人间这个栏目，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学？无论是官还是商，还是各国领导人，还是普通大众，大家要不要学？反正我们是竭尽全力告诉给大家，这不仅仅是佛门圣事啊，人间圣事啊，光盘放在你面前，你要不要？所以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无限的感恩啊，师父老人家88岁来，再过2年90了，他老人家为什么什么身份都没有啊？不是什么这个主席那个会长，通通都不是，也不是住持，就是一位出家人，学释迦牟尼佛，天天给大家讲经教学。在人间我们所看到的就这么一位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无比的荣耀，我们为什么不珍惜呢？所以很多人说希望老人家快回国，快回到内陆，
我倒是觉得更着急的事情啊，是我们先听师父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照做，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哎，所以节目开始之前，哎，我们盼望天下人，大家广为流通这光盘，翻译成各国文字，大家来听。佛教是这么好，各个宗教圣贤教育是这么好，给人类带来希望，它没有过时。这个世界的前途啊，我们这个信心由此而建立，得到和谐、太平、幸福，这不好吗？啊，我们盼望大家家家户户啊，男女老少都来学习啊，我们从中国做起，从我们家做起，给天下人做个好榜样，看看啊，希望在中国啊，我们无限的感恩师父老人家，阿弥陀佛。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灾祸，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幸福，如是因才有如是果，丝毫不差。人间祸与福，应作如是观。欢迎收看《如是观》，阿弥陀佛。尊敬的师父老人家，我们非常感恩您老人家，在这么辛劳的情况下，能够慈悲为天下大众啊解疑释惑，能够帮我们看清很多的乱象的本质的问题。我们相信，不管是不是学佛的人，大家都是非常感恩您老。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仅代表观众啊，向您老人家顶礼感恩。谢谢大家，感恩师父。一问心就好，一问心就好，请坐啊，请坐。尊敬的师父老人家，我们还记得，在8年前，就是2006年的时候，那老人家慈悲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那个节目呢叫《和谐拯救危机》。哎，那么这么多年来呢？世界各国很多政要啊，哎，都学习过您老在其中的这个慈悲的教导。那么其中我们记得节目开篇有这么一句话，叫国有疑难可问谁。那么现在8年过去了，这个话要改一下，叫世有疑难可问谁，就全世界的疑问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啊向您老来求教。我们这是一个新栏目，阿弥陀佛在人间。您老人家是佛门净土宗大德，哎，您老常常教导我们，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能够解决无量无边的问题。哎，所以这个栏目的名字它是这样一个由来，阿弥陀佛在人间，专门呢社会大众向您老来求教的。而且我们也发现，在全世界媒体的历史上，报道的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栏目啊，绝无仅有，唯一的一个。世间的这些新闻，种种的这些疑问啊，那么社会大众啊，向全世界宗教界的领袖、佛门大德来请教，这是头一次。所以我们想啊，它收视率会很高，而且大家会很关注。那么这个新栏目的头一个部分呢，它的名字叫如是观。这个佛经上就讲啊，应作如是观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迷惑众生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题啊，是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会上所说的啊，也是最有名的一首偈子，说一切有为法，
这一句把世间处世间一切法了都包括在其中了。有为它的对面呢是无为，有为是有生有灭，无为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难啊，生灭法呢我们容易懂，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星球有成住坏空，这都有为法。佛下头说了，有为法是什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假的，不是真的，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如露也如电，露是露水啊，太阳出来了就没有了，闪闪电更快，应作如是观啊，对于这个世间色要这样看法就正确了，这样看法人就开悟了啊，像为什么人不造业了啊，也不了解事实真相，真名助力，不知道真到最后一场空啊，为什么呢？寿命到了，一切结束了，哪一样都带不去，再亲密的人死了之后不会聚在一起，过人业力不一样，过受过的果报，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佛看穿了，叫我们学无为法啊，无为法是不生不灭，不是有为法啊，那个是永恒不灭，这是最高的境界了。那么这也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啊，达到这个目标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佛教的问题，我想后头有个认识佛教，到那里再说。是，师父您老刚才提到，这是《金刚经》里的对最著名的这是佛教啊，那么它是如露亦如电，就像一场梦一样，对，哎，最后是空的，时间很短暂。那么世间人，我们再看下边很多要说到很多新闻，都是大家最关心的，对，互相的杀戮，嗯，互相的争夺，嗯，啊，把爪子和牙齿磨得很亮，人现在越来越像这个动物世界了。最后都是空的吗？空的。那杀人不是白杀了吗？不，这个事是一场空，但是业力存在，业力会感召将来的果报。这些人现在为什么想杀？过去有冤仇，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就苦了，不是做了就没有了，那个事就好办了，做了还有，这个事就可麻烦了，就想一想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敢做，什么事情不敢做，你知道有轮回，有来世，有冤冤相报，你敢做吗？啊，都是冤冤相报啊，贪官是冤冤相报啊，对，也是冤冤相报啊，一饮一烛是莫非前定，有前因才有今天的后果啊，这个事情佛菩萨看得清楚，为什么？他心是定的，关键就是此地，你只要是清净心，你的心地一点染污没有，看到真相，你的心有染污，有分别，有执着，
你看到的是妄想，你看不到真相。师父，在这个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教您老一些重大的国内国际的问题，这些新闻大家都特别关注。头一个呢，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惩治腐败的这个决心呢非常坚定，惩治贪官。那么大家看到之后为之一振。下边就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之后该怎么办？要教，要教。没有教育，他有怨恨；有教育的时候，怨恨可以化解。师父，您说有怨恨是这些贪官有怨恨啊？对，他当然有怨恨的。他罪有应得，怎么会有怨恨？他不认为他罪有应得了。他要能认罪，那就问题解决了，那就没问题了。他不服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要教。你看，这大家现在你们都晓得，潮州谢总办了个短期班，七天，他就教啊，因为教，所以他犯罪的时候。罪犯他服了还有罪业还没有被调查出来，他就是他自己发怒了，枪毙也不在乎了，良心得安了。这是什么教育？这个我们确实采访到了这是教育。你看教育的力量多大那这个人是要不要再给他处死刑呢？是啊，师父，不应该了。他浪子回头金不换他变成真正的好人了。再处死他就杀了个好人那就不是好人杀掉了。师父，那过去他确实杀过人，那个可以杀过人是可以原谅他的。那个时候说他没有受过教育他不懂这句情有可原。师父，那大家会问呢，像这个杀人的人忏悔了，对，都可以原谅，都可以原谅。那些贪官呢？贪官可以原谅是那你就变成廉洁的官员了。我一样任用你我信任你如果你以后再犯的话的时候，那连前面的账一起算所以叫中恕之道今天这个局面上。现在是全世界贪官不是局部性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全世界都是的。对。你怎么办？这贪官杀光了，谁办事啊？大家想问这个问题都没人办事了。越抓越多所以应该用什么？汤恩比讲的话有道理为什么讲用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能拯救。21世纪社会问题，孔孟学说四个字：仁、义、忠、恕。你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就这四个字：仁者爱人。爱人就不会害人义是讲理，正义、公正、廉明。这叫有义义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那这是好人那么今天来处理今天这个问题就两个原则两个原则忠是我的心不偏不邪大公忠正我来处这个事处理事情下面是恕宽恕的恕宽恕恕恕是你没有学过的没有人教你你今天变成这样子情有可原无量寿经上都有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恕无怪也他的父母祖父母没有教他他对不懂的
伦理道德因果都不懂得，造了罪业了，这要恕，饶恕他，要教他啊。可以说你过去，你比如说贪官这个事情啊，要我来处理的话，我怎么个处理？你一件贪污的那个通通算你的，算他的啊，对，都算你的，给他了，以后不准再贪了，以后再贪的时候前面账一起算，判你罪。为什么呢？以前没教你，今天教你了，你就不可以再犯啊。所以说要教他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像这个谢宗那样七天之后他就不敢再贪啊。那么你已经既得的是贪污人，这是你不应该所得到的，你自己处理，你去做慈善事业所说，就得自己处理。你不干也行，为什么呢？那个事情我不管你，后面有阎罗王管你，你死了以后阎罗王管你，我能恕你啊，他恐怕不会饶恕。师父他要不相信呢？他不相信有，不相信那是他的事情，到时候他就相信了，时候没到他不相信了，到他临死的时候无常鬼来抓他，他相信了。为什么？真有鬼来抓他了。地藏经上讲无常大，对，不错不错，不期而至，不错不错不错，他那就相信了。佛经不是假话，无常鬼真有啊，不是假的。我有一个同学姓胡，胡守金，是抗战之后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啊。他过世了，过世大概有十几年了啊。他在世的时候他是荣民总医院住院组的组长，啊，凡是住院都得通过他啊。他就告诉我真有无常鬼，他说我们的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看到，只看到这个病号房间里面门口有无常大鬼，那个里面的人不会超过三天就走了。所以你说谁相信啊？我学佛他告诉我，我们搞医的开医院的人最相信。我说他真看见，啊，这个不是假的，这他们告诉我的。我给他讲的时候他说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同学在一块聚会聊天的时候他就来把这个事讲给我们听。我们知道在民间呢，在我们生活周围也有很多人看到过啊，对，哎，确实它不是假的，没错。但是我们听到您老讲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是吧？对，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方法，没错，用种树。那么我们能听出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人教好了，虽然是贪官，但是经过教育之后，哎，不错，坏人变成好人，变成好人了嘛。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他会把自己的不义之财呀、啊，对，再捐给他去捐做好事啊，做好事，两全其美，没成两全其美嘛。师父，我们坐在您老面前，学习了8年，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深信不疑。对，但是今天举世，很多国家它是依法治国，对，大法官。高院、法院，对，他们说我们要用法律来解决，不听种树之道，没错。那么这样的话来治理贪污腐败，会怎么样？难，法律不如道德，人要叫他自动自发来回头，来忏悔，怎么落实？落实在重新做人，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洗清他的罪孽了，不是说我忏悔我以后吧，口说没有用啊，你都要认真去做啊，不能辜负人民，不能辜负国家了啊，不能辜负你们的政党啊，面面都顾到啊，人真是有良心的。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就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人心本善，证明这个；第二个，证明人是教得好的。
所以2006年我们第一次在联合国办这个大型活动，我为什么就为这两桩事情，这两句话要告诉联合国，告诉全世界人。你老要做一个实验证明给大家看，证明，真正证明了人是教的，人是教的好的。哎，问题你要好好教他，啊，你教他要带头，我自己没有做到，教他没有用，他不相信。师父，有的高官呢，他会问这个问题，哎，教他什么？对，那很重要吧？对，人是教的好的，这是一个结果呀。对，那要是教伦理、道德、因果，就这三样东西。伦理，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古圣先贤，祠堂，叫孝，祠堂，文庙就是孔子庙，叫伦理道德，城隍庙叫因果，叫因果，就这三个三桩事情，就把人民都教好了。师父，您说城隍叫因果，成，刚才我们谈到无常大鬼不期而到，佛经上的话，对。那很多人呢，我们都亲眼见过，对，他会捂着嘴在那儿笑啊，这个东西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还现在还要拿它去教育这些啊，不参观，不拿到台面上来，问题解决不了。古圣先王、历代帝王都把它摆在台面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你现在不拿到台面上，你用什么方法解决？这是事实啊，拿到台面上的那些人有智慧，不肯拿到这个台面上的时候，你的问题就严重了。啊，你怎么解决问题？你用什么方法安定社会，让人人服你？难了。太难了，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解决的，所以佛陀选择这个方法，治理佛国。佛国就这三种教育建成，啊，这三种教育基础向上提升，就是哲学、科学。佛法达到最高的，就是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现在哲学家承认，科学家也承认。师父，我们都看到《周易》里也有这样的话，都讲因果报应。对，《周易》里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没错。现在确实啊，对，有一些国家领导人看到因果教育的好处，对，他张不开嘴。那是他了解不够透彻。可以拿到台面上来教育全部官员吗？他了解透彻，他一定会拿出来。我相信习主席会拿出来。习主席现在你看他在铺路了。啊，将来中国领导全世界靠什么？就靠这个。啊，搬到台面上的时候就可以能够平天下。啊，平天下，这个平是公平，公平，公平，就是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文化与文化，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谁都欢迎。哎，共存共荣，啊，这叫平天下，啊，天下人得到公平，人民最喜欢啊，最喜欢大同，最喜欢。师父，我们看到前不久习主席在欧洲的这些讲话，对，哎，大家都发现里面都是传统文化，对，不错，讲到儒释道，不错，在弘扬，不错，不错，不错。我们在8年前，和谐拯救危机里面，您老人家曾经这个一语道破，就是必须要认祖归宗，没错，没错。我们看到这8年来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很多路啊，我们哎，最后还是要走到这一步。对，我们不要被科学迷了，
科学，不要被科学扰乱了，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科学解释不了因果，那解释不了，科学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有后遗症啊，智慧没有，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智慧从哪来的？从清净心来的啊。什么叫清净心？心底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生智慧啊。这个智慧为什么会生智慧？智慧是清净心里头本有的，就像镜子一样，它会照，那个照是它本有的，本来的能力。本来的，那岂不是说人人都有智慧？人人都有，恢复清净心啊！不错，不错，不错。所以大乘教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不是佛了？你因为没有受教育，你被染污了。师父，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被染污的实际上是官员。对，因为他接触财色名利，没错，是最近的，没错，最多的，没错。师父，这个八年多来从和谐拯救危机面试到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观众命运改变了，观念改变了，对佛陀教育，对您老人家无比的赞叹。但是大家同时有个大疑问，说这位老人家佛门大德，几十年不看电视，哎，不看报纸，但是呢什么都知道。您老刚才讲就是心是定的，对，就可以。对，这个清净心就像水一样啊，没有染污水干净啊，没有波浪水是平的，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无云皆空，照见这是心境里的，哎，照见，所以不需要思考，你的一问我就照见了，那就看见了啊。不通过思考，思考是染污。师父，您老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不通过思考？不能通过思考，是染污，是分别，是执着，那就卷在里头去了。我们所说，我们是客观啊，没有主观，可完全客观。主观啊，主观就有问题啊。主观你有成见，你里面带着东西在里头啊。师父，您刚才谈到这个贪官呢，他之所以会贪污国家的资财，对啊，侵害百姓，对，是有前因后果的。有前因后果。那全世界这个政要最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那看来这只是恶果的，这只是一个结果，是个表象。没错，它还有深层的原因啊。对，他将来还账很麻烦啊。现在贪得好像很欢喜，将来以后要还呢。一个国家的钱从哪来的？人民的税收啊。是，人民都是他的债主啊，那他的一个一个就还了，还到哪一辈子才还得清啊？几十亿人口啊，你取一个人的财，我的债主是一个，我将来还他一个就完了。你要是取这一个县市公共设施，那么这一个县市人都是你财主啊，有几万人，有几十万人，都是他的债主啊，都是他债主啊。你要到国家里头去，那这全国的人都是你的债主，这个麻烦可大了啊。所以佛把这因果道理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只要你懂了，决定不敢拿人家一针一线。为什么？得不偿失，这个成语千真万确的事实。师父，您提到这个还债，对，
哎，有的贪官确实进了监狱，他也很后悔。对，假如他们看到这个节目，他们也很想忏悔。对，但是他想请教您呢，怎么还债法？他们没有学过佛法，也不懂得这些。对，把这些不正当得来的一些钱，不正当的，可以交给国家，可以做慈善事业。哦，就是已经贪了钱财。对对对对对，我在为众生造福，这就对了。是不是这能赎罪？是不是？能赎罪。罪要赎干净，也能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只要真正像佛说的，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罪就没有了，就洗干净了。啊，只要你还有起心动念，你有分别执着，那就不干净，就还有。师父就在我们现在采访的这个时间。就刚刚有个新闻，江苏昆山有一个工厂发生爆炸，65个人遇难，伤亡人数还在统计。昨天呢是，台湾呢有地下管道爆炸，也是死了30多个人。这些事件呢，东西南北世界各地经常发生。对，我们这些观众看了之后啊，说心里话。心惊肉跳，我们就想这个求教师父啊，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安定安定？这到底是有没有个什么原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要照中国古人的说法，都是不吉祥的预兆。预兆。那这个预兆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灾难已经形成了啊。那么深一层的去理解人心啊，所以佛法讲得好，他抓到了总纲领。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这些不吉祥的是负面的心理所引发的啊。如果心地纯净纯善，就能化解。这个说法现在量子力学家也肯定啊。你看在过去2012玛雅预言的灾难，是美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啊，量子物理学家，那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他就曾经说过，因为他研究量子力学，从量子力学得到的结论，一心空物，物质现象跟我们的念头有关系，念头好，物质现象就变好，念头不善，物质现象就会成问题啊。这个跟佛法就完全相同啊。所以他说灾难可以化解，他提出三个说法。第一个，这个弃恶扬善，端正心念就能化解灾难啊，这个永远管用，永远管用，永远管用，不是哪个一时一处一地的，超越时空，什么时候都管用，什么地方都管用。所以这个端正心念的重要，弃恶扬善，你看看佛家讲的断恶修善，就行。啊，那么最具体的方式的时候了，这叫信心。净宗里面讲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哎，就把这些全记忆佛号就能够化解，就能够减轻。
啊，但是净宗法门是个难信之法，哎，很容易行，但是很难相信，它的确有很深的道理，啊，量子力学对我们现在修净宗的人就有很大的帮助，像以心控物，用念头来控制物质。师父，很多人没想到佛家的话言之凿凿，现在让科学家说出来，对，这没想到啊，所以科学家对于佛法的说的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用了400多年，一个一个借着累积才发现，没想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早就说清楚。他们也感慨啊，对，您老刚才讲的科学家是美国的布莱登啊，对，布莱登，没错，没错，是他说的这个方法就是戒恶从善呢。您说，其实比这个还简单的有，对，就是阿弥陀佛。对对对对对对，对，阿弥陀佛就是非常具体的落实了其我养善。我是什么？所有念头都是我，啊，弥陀这个念头是善，拿它代替就行。啊，对。师父，观众们有个问题呀，我没学过佛。我也不懂得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嗯，啊，很深的道理我们也听不大明白，嗯，对，那么就念也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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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成了吉祥的护身符，对，用用信心，有信心，有真诚恭敬心的，全管用，全管用，懂不懂都管用。师父，很多灾难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前，就是前天这个台湾这个地下爆炸，没错，包括刚刚的这个这些爆炸，没错，它是突然发生。对，在这个突发现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普通无辜的百姓，对，那赶紧念一句阿弥陀佛，好，非常好。他要不能避免，他要往生极乐世界，去好地方。对呀，啊，师父，那要不想死的话，那念这一句佛号也确实不该死，确实确实才能够延寿，啊，他能够他的这个伤害会减轻，哦，哎，那么治疗也会很快就恢复。对，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哦，有这个海贤给我们做的榜样，嗯，让我们深信不疑啊，这个老人到临终往生了，我们才知道啊，带给我们巨大的信心啊，断除疑惑。是，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给我们大家在灾难面临的时候一个法宝，就是四个字，没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平常常念决定有消灾免难的功能。将来在大众在常常听您老的经教，就明白为什么得到了保护啊！对，不错，道理也明白了。没错，没错。嗯。无尽感恩，中华先祖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群书治要，是治世宝典。国学治要，是治学宝典。师父上人慈悲教导，两部宝典不但可以复兴中华民族，还能统一全世界。宝典在前，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欢迎收看《治要宝藏》。尊敬的师父上人，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政治家解决不了，经济学家，哎，企业家，通通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有一部宝典可以把它解决，就是您老帮我们找到的这个群书治要，这个对，啊，这部宝典，现在呢，那么把它编成了360，就是从里面选出来360句话，
每天可以看一句学一句。对啊，我们也看到一些领导人啊，他们拿到啊各个国家的，他们拿在手里爱不释手。嗯，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提出来了，群书治要360很简便，像口袋书一样，哎，方便易学。大家有一个疑问，1000多年前唐太宗他们呢收集整理完成的一部宝典，到现在传到我们手里，虽然简化成360了啊，那么到底怎么学怎么用这部书，因为现在360第二部都出来了，哎，大家想求教您了，特别是官员的，听说中央党校把这个群书治要列为必修课，哎，习主席下令，那么主席令之下大家怎么落实，求教您了。这个360的缘起啊，是我在马来西亚是将这部书啊，那时候刚刚找到了没多久啊，印出来了，嗯，这个没有一翻译的本子，嗯，我送给马哈迪长老跟纳吉首相啊，告诉他这桩事情，哎，因为前面我有个序文，那序文翻译成英文了，哎，他们看到了非常惊讶，就这么好的书，他说能不能快一点翻译让我们看到，尤其是马哈迪长老，他年岁大了，他好像大我2岁，是啊，今年90了，嗯，所以我就想到这个360这个点子，啊，他急着要看，那这个书全部翻译出来得要时间，啊，他有50万字啊，所以就想出这个点子。我就让蔡立旭几位同学啊，在这个书里的选择我们现在当前迫切需要的，把它揭露下来啊，一本一本的揭露，预定了10本就圆满了啊，10册就圆满了，那就是就全部翻译出来了，那就是10年是吗？啊，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应该5-6年就可以。哦，那很快，哎，5-6年就可以，他们越做越熟悉，是，哎，开头生疏，以后慢慢就熟了，是，哎，是这样子选出来的，啊，其实这部书，我从头到尾说我没看过，我没有时间看，啊，也不想看，啊，因为这是知识的，我只知道我认识这个东西，啊。我了解这个东西重要，所以我把它印出来啊，我让这些年轻同学们在这上下功夫，替国家培养人才啊，所以我希望呢将来能够有一个制药广播电台，嗯，制药电视台啊，制药电视台啊，能够对全国对全世界播讲啊，那翻译出英语出来之后，希望能够，啊，将来的是主席认为这是很好的东西，啊，帮助全世界国家成立一个电视台，啊，全说制药电视台，是就制药就可以了，对，啊，那么把这个360，我们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全套的交给外语大学。翻译外语大学翻译各种不同文字的群书治要，是啊，主席到哪个国家访问，就用这种他们本国的语言带去作为礼物，哎，好啊，国礼啊，对呀，这个等于说全世界的人在今天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要建立共识，建立共识，啊，建立共识。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每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是一家人，
和睦共处，共存共荣，中国人可以做到。这个理念是当初汤恩比博士就提出来，他的想象当中，这个世界要走向盛世，过去盛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全球的盛世，啊，他把这个愿望、希望啊，寄托在中国人的身上，他举了很多例子，啊，说明，啊，那么我手上得到了这么一本书，这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他们发现的，借出来给我看，我就给他印了二三十本，啊，标题是未来属于中国，汤恩比说的，哦，他是1975年过世的，1975年那一年他85岁，啊，整个希望都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啊，所以我感觉到这个老人真难得，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这首屈一指。他说出这个话来，啊，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他的这个念头引起来的那个源头啊，是中国春秋战国。好，他了解中国历史，今天地球就跟春秋战国一样，春秋战国500年就动乱了，民不聊生了，人民很痛苦啊，啊，到处都有战争啊，都有灾难啊，最后秦始皇同意了，那么同意之后他有个坚实的文化做后盾啊，所以让这个国家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依然是统一，哦，虽然当中改朝换代是啊，但是最后都归统一，统一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啊，他是这种智慧啊理念跟方法，这种经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没有，罗马统一了欧洲1000年，亡国之后再不能统一，是啊，唯有统一才能消除核武战争、生化战争，人类才能够在地球上平平安安过日子。哦，那因为什么？这个核武战争跟生化战争啊，是可以把地球上的生物全部消灭。我们听您老讲，那个核武爆破的时候，对，空气当中的这个细菌都消灭、都消灭掉。它因为在几千度高温之下，是细菌都不能生存。只要地球处在现在这种列国的状态、对，战国的状态，对，就很容易发生，就很危险，很容易发生。茫茫苦海，芸芸众生，因为迷而不觉，所以才苦而不乐。古往今来，众生一切的苦难，无不因为糊涂迷惑，才造业受苦。现在世人终于遇到圣缘，海内海外的观众都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向老法师提出各种疑问，以求得真正的觉悟，从此登上幸福的彼岸。无尽的感恩师父老人家，千处祈求千处应。欢迎收看人间百问，阿弥陀佛。全世界的观众，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在生活、工作、人生、命运，乃至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发到邮箱里面来，
发到这个网站里来，哎，跟我们联系，我们把这些问题，哎，带他们向您老来求教，哎，这样的话呢，大众也能够受益，而且这些实际的问题，哎，也能够得到一个，得到一个解决，这是好事情。是，我们都感恩您老人家。现在是有问题呀，没地方去问，问100个专家，100个答案。对，这个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好。我们今天呢，头一个问题跟佛教有关系，在周围接触到传统文化，还有学佛的居士，常常听说我要剃头出家。哎，年岁大的，年岁小的，很多。哎，我们就有这个疑问，他们的心很迫切，但是这样做呀，总让人觉得有点不放心。哎，这个不放心的原因呢，那他们得有老师啊，要剃头出家，到底行不行？不行。佛教传到中国是教育，很快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也变成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主流啊，儒释道三足鼎立。是，那么古时候学佛很普遍，但是出家不是那么简单啊。古时候出家要经过考试啊，好像唐朝以后就有度牒，这个度牒是经国家认可的，因为你这一出家了，经典上讲天人师啊，那你够不够天人师的条件啊？皇上称弟子，三宝弟子，你也是皇上的老师，那皇上都问你够不够条件做我老师啊，所以要考试。师父，那个天人师啊，人您举到的是帝王的位置啊，对，能当帝王老师。是，那天是？那天是上天的，天人呢？28层天。啊，对对呀、啊，能当他们的老师啊，就是讲啊，啊，所以要考试啊。那么一般科目大概要到进士。能到进士的水平了，到进士水平才能出家。对，还得考三藏经典啊，通过之后皇上给毕业证书给你，叫度牒。你拿到这个度牒，你到哪里出家，该拜哪个做老师，是你的缘分，国家不管你啊。但是寺庙的老和尚，你要跟他出家，先把度牒给他看，啊，有度牒，有缘，他可以给你剃度；没有度牒，不可以收，收了犯法。所以，出家人的地位在社会上高，啊，皇上尊重，文武百官谁敢轻视？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地位高。师父，出家人地位高是因为他们真有学问、啊、真有学问的，就是刚才您说那几科、啊、那有学问有道德有羞耻、啊、那不是假的啊。所以你说地方官员遇到困难事情不能解决，到山上庙里去找和尚，和尚等于他们的顾问，天人师啊。对呀、啊，师父，那考试里面有个疑问呢，现在人也想问、嗯、四书五经十三经这些题目啊，他可以哎，对呀、啊，那么都读过，是他能到进士这个水平的相当高的学问，啊、相当高，不错。那么在德行上怎么来考核呢？啊、德行上有啊，也要考试，那皇上要看呢，面试那要看的是，你比如在三这个佛经里面，佛有。经有戒律，啊，有戒律论的，
是，哎，这是佛家的三学：戒学、定学、慧学。是，啊，慧学是教下，定学是禅宗，戒学是戒律。这些东西都要学习。这个制度，清朝顺治废除的。啊，听说顺治出家，他要不废除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拉到肚里。这个在当时废除是好。出家人很多啊，真的一大批人出家了，在这个纪元，可以后弊病就产生了啊，以后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也出家了，那些人连不认识字的啊，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佛教衰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对顺治皇帝这个做法他非常惋惜啊，他有罪过。哎呀，有罪过，有罪过，因为把这个佛法的素质降低了啊，标准没有了。补救的办法就是办大学。办大学？对，佛教大学，不是佛教大学毕业的不能出家。哦，你要出家的时候一定佛教大学毕业，就类似于度牒这个、啊、对，没错没错，这才能兴旺的起来。这个话我跟赵朴初谈过好几次啊。那么首先要办戒律学院啊，上佛教大学先要学戒律，没有五年学戒没有资格进入佛教大学，这叫德行。这个五年修德行，你要能做到，要真正放下啊，水平提上来。所以定这个定弘跟着我这么多年啊，国清来一访问的时候，这太好了，我就叫他到跟着国清五年学戒，将来你出去讲经说法，人家说你没修过戒律，完了啊，这个机会好啊啊，你要不学这个，你将来讲经的时候障碍很多，你有五年学戒大家不敢轻慢你。师父在您老的经教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五年学戒，对，这个五年学戒的最关键呢、应该是做到，是不是师父？把佛经上重要的戒律啊，特别在生活方面要落实、要落实，哎，要做到。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理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因果没有了道没有了，所以今天儒释道都悲哀啊。师父，假如要是有的妈妈爸爸领着自己的孩子在您面前、这个孩子五岁八岁、想让他做小沙弥出家， 对，现在没有道场，到哪里去学？您不赞成这样做？每个寺庙都没有，所以佛教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啊！我到斯里兰卡看到人家那个社会，那是个佛教国家，是他们佛教落实的生活，他不是口头上的，这个太难得了啊！所以戒律学院要在那里推动，那有小乘戒，那大乘戒在中国，在台湾，在台湾，
啊，所以那边建立一个龙溪大学，龙溪大学第一个就是建立学院，是我让他戒定慧三足鼎立，啊，修定就是坐禅，把心定下来，心不浮躁，然后学习经典就很容易切入。啊，心浮气躁，啊，这烦恼习气很重，这个不行，这学不到东西。啊，那么将来中国是大臣，决定要办佛教大学，啊，也分三个学院，啊，戒律学院、经学院、论学院，啊，或者称教理学院。经律论三学啊，对，三学，师父这样把佛法都兴旺起来。嗯，师父，那就是有的人会问呢，那么也有佛学院呢，嗯，那是需要将来是需要改造啊，还是啊？对，现在佛学院是个人寺院附带办的，哦，很多，但是都没有照这个规矩。而且培养的人才都是寺院管理人才，金蝉佛寺人才，啊，对于戒律、禅定、教学，统统没有。啊，所以讲经的人才都没有。师父，戒律、持戒、五年学戒如此重要。对。世尊当年呢，在涅槃之前就讲，对，就是以戒为师，对，以苦为师，对，以戒为师，师父我们好懂，对，后边世尊又专门提到以苦为师，要能吃苦，那苦和戒有，不一样，不能吃苦，不能长久，能吃苦才能永远坚持下去。是廖师父光有戒还不行吗？还要有苦，要能吃苦，不要怕苦，苦有好处，最大的好处是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你容易往生，容易超越。不能吃苦，这里生贪心，啊，奢侈，它生贪心。啊，贪心生起来之后，所有一切烦恼都从这儿生根扎根。啊，为什么烦恼那么多？就是因为不能吃苦。啊，欲望它膨胀，这个地方膨胀没有底线。啊，如果人人都能吃苦，他就不会贪污了。啊，一切非法的利益他绝对不会贪图，你给他他都不要。23年前，老法师在美国迈阿密起讲认识佛教，流传至今，已成为学佛入门的最好教材。23年过去，88岁高龄的老人家接受大众恳请，再次宣讲认识佛陀教育，为天下学佛人引路开门，指点迷津。师父老人家辛苦了，法界众生无尽的感恩老人家。欢迎收看认识佛陀教育。阿弥陀佛。
师父老人家，因为佛陀教育这个词，嗯，是您老人家金口宣说的。以前大家佛教都是宗教，都在那儿烧香拜佛，对，从来不知道它的本质是教育，对，这是追根溯源到您老驾前了。那么在23年前，就是91年，您老人家当年在美国的迈阿密，对，在迈阿密不错，讲过一套光盘呢，叫《认识佛教》，对，那个一直到今天呢，影响还很大。这个缘分呢，是当年我应美国东岸同学们的邀请，从纽约到佛罗里达，沿着这个东海岸啊大城市，是做一个巡回讲演，讲什么呢？讲地藏菩萨啊本愿经的大意，介绍地藏菩萨。最后一站的佛罗里达，到那边去之后，我一看听众里头，一半是当地人，就是美国人，啊，这个很难得，啊，翻译是曾宪伟居士，翻得很好，是，我看到这，我当时就把我换掉了，我不讲地藏菩萨了，啊，我讲认识佛教，因为那么多美国人。啊，就用这个题目，一共讲了8个小时。是一天吗？还是啊，不是八天。哦，啊，八天，一天2个小时嘛，他翻译1个小时嘛。啊，对。所以实际上是1个小时，八天是8个小时。啊，以后他们从录音带里头整理出来，那时候没有录像，录音，啊，整理出来写成这本书。啊，写成给我看了。我把它改正了，这就出版了。师父，这本书在今天呢，我们在很多的佛教道场、对居士家中，对还能看得到。对，那这个佛教是教育，从哪来的呢？方东为了来的。啊，我在之前没有宗教信仰，而且有个很深的误会，认为宗教是迷信。嗯，宗教是跟鬼神打交道的，多神教、啊、哎，多神教。那么我跟方先生学哲学，我26岁啊，他给我讲了3个大单元。第一个是西洋哲学，第二个是中国哲学，第三个是印度哲学。印度哲学里的最后一个小单元，佛经哲学，是，我就很奇怪，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哪来的哲学？啊，方老师很震惊地告诉我，你年轻啊，你不懂啊，啊，他说释迦牟尼，这他的原话，没有说佛，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说过。啊，第二句话可是，佛经，尤其是大乘经典，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第三就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因为我上课在他家上课，每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是。啊，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我每个星期都在家去的。啊，就他家我就很熟悉，他的书房我就留意了，看书房桌子上摆些什么，啊，是不是有佛经？真的，书桌上绝对有佛经，我才知道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所以我是这样子入佛门的。佛陀教育的啊，佛陀教育来历啊，对对对。那么他特别为我介绍的经典是《华严经》，清凉大师的所抄。他要我在这上下功夫啊，所以我对华严特别好感。啊，华严讲了2次，
都没讲完，太大了。是啊，我第二次讲化缘讲得很详细，比李老师讲得详细。你老人家第一次讲华严经虽然没讲完，但是历经18年的十七年没讲完、没讲完。第二次讲的时候，我比老师讲的详细，我用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1/5。那么全经讲完，我的估计要20000小时。哪一个大学有20000小时的课程？真不容易啊！华严包罗万象啊，是一个佛教完整的大学，什么玩意都有啊！啊，那是什么？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从自性里流出来的。你说，华严他哪里学来的？法华他哪里学来的？无量寿经他哪里学来的？他什么都没学啊！啊，他虽然19岁出家，参学12年，那都是印度的宗教、印度的学派，与佛教毫无关系。啊，18岁离开家庭，是摆脱烦恼症。啊，30岁，这12年学习，通通不要了，丢掉了，是放下所执障。他开悟了啊，那么49年所说一切经从自性里流出来的，不是人教的啊。这就告诉我们，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的是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是叫你学多少东西，不必要学，开悟了全都有了，那不是学来的啊，真心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师父，您老刚才就这个几分钟的这个开示啊，对，很重要。我们就发现这个佛法里边，它需要人心平气和的去体会。对呀，对对。您说他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对，他出家实际上离开这个家，他是在表一个法，表法，没错，哎，放下烦恼障。哎，家里边有妻子儿女、啊、对对 对, 对, 对，有他是继承王位、啊、对对对，不错，人间的财色名食、啊、没事，他放下，他放下，对，这个这些东西是烦恼，烦恼，烦恼障，对对，放下，对，他是表这么个意思，表的意思，对对。然后呢，他又去参访当年的印度各个宗教，哎，这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像现在、哎、广学多闻，就像现在这大学的，对，广学多闻、哎，一直到大四到研究员、啊、对，学完之后，然后释迦牟尼佛又把这也放下，都放下，这是所知障，这是知识，知识放下，所知障，智慧才能出来，这两个都是障，那、啊、都是障碍。那换句话说，现在人世世代代、嗯、对，他所求的不就是这个吗？啊，其实、哎、所以他不会开悟。哎，您知道中国人两大这个最好的时光，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啊、对对对，不错，一个是金榜题名，是金榜题名，它是对，是知识，知识所知障，洞房花烛夜是烦恼障，对，不错，是，那不都幸福人生啊？对，不错，释迦牟尼佛把这都放下了。那然后呢，师父他表法把这个放下之后啊，彻悟了，智慧现前了，见性了。师父，那他表法是给我们人看的、啊、给我们看的，我们把这个也放下了、啊、对，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你自信里的有的，不是外地求来的，佛所有的智慧所宣讲的经典啊，对，把这个都放下了，放下也能够自啊自信流露出来、啊、自信里面不但流露智慧，流露德能，流露相好，佛的32相、啊、对，不错，不错，都是从自心里流露出来啊。所以佛教教学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是把你自己找回来，那是真正的自己，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的要放下，把真的找到
让真假合而为一，有体有用啊，体是真的，用是假的，用得很自在，非常活泼。这是佛学，就是不管怎么用，就是不生烦恼啊，不生烦恼。为什么不生烦恼？他没有自己，我破了，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你烦恼从哪来？啊，这小乘，啊，大乘的是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什么？念头。不但相没有了，念头没有了，啊，心地真的像无量寿经讲，他的心是像什么样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是定，是自信的本体，觉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是用。所以他有能力教化众生啊，你去问他，他没有一样不知道，你不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不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问他的时候没有一样不知道，而且是正确知道，没有错误。师父，这种能力一切众生都有，都有，只要肯学。平等，平等，平等。哎，所以佛没有傲慢，我有你也有他也有，人人都有，完全平等啊。只是什么呢？他被烦恼盖覆住了，障碍住了，不能现前。不是没有，他有障碍啊。佛讲得很清楚，放下执着就真阿罗汉，就是阿罗汉啊。不是要学什么东西，要读什么东西，不是的。只要你放下执着就真阿罗汉啊。放下分别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就回归自信。这个学问只有佛那里有，其他的没有，宗教里头也没有啊。所以我很幸运的，我以后出了家头剃了时候见方老师，方老师啊，你真干了。我说我当然真干，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怎么能不干呢？只有他一个人，你的路走对了啊，完全正确。鼓励我就他一个。方东老是您老的第一位老师啊，第一个老师。如果您所遇到这个老师第一堂课是把您领到寺庙去烧香拜佛，哦，做经差，那不行，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不可能学佛，不可能。我根本就是认为那东西是迷信啊，根本不可能。就是从教育啊入手的。哎，对，不错不错不错啊。所以我们弃儒之后啊，张家大师啊教了我三年啊，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劝我出家啊。学释迦牟尼佛，他让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啊，就是经典里面记载记录下来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看了之后才晓得，要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社会教育家啊。身份呢，他是一个社会教育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是义工啊。对，是啊，多元文化，他不分国籍啊，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你只要来我就教你。所以经典里面记载的很多印度当时的宗教啊，宗教的信徒、宗教的传教士跟释迦牟尼佛学佛学智慧嘛，不妨碍他的教嘛。是，他还是婆罗门啊。对啊，他还是婆罗门嘛。对，哎，所以没有改变他的身份，
帮助他智慧向上提升。感恩师父。人间吉凶祸福，世间疑难杂症，何去何从？尊敬的师父老人家，应大众恳请，每月慈悲开示，一一解答，使天下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人间重回风调雨顺，盛世太平。本期的阿弥陀佛在人间已经结束，让我们共同以至诚感恩的心，祈愿师父老人家法体安泰，六时吉祥，永驻世间。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喜心一行，国益秋聚，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